6个小时的山路，终于到这个悬崖村了。现在去吃点饭，先去吃饭。找到一家能吃饭的地方，我们先去看一下。今晚吃鸡哦，它这个名字很响亮呀，看见没有？我们去看一下有什么吃的。我们里面是个宴报，我们就坐这里吧，这个位置吧，就坐这里吧。现在我们开始在点菜，点一个毛血旺，然后点个干锅肥肠。好的。然后再搞个汤吧。汤吗？这不是一杯子汤，一生菜汤。四川的话就一年啊。酸菜粉丝汤。可以。搞个酸菜粉丝汤。吃简单一点，就三个菜的差不多了。就你三个哈。三个菜。看了一下这个菜单的菜还是不算贵，看见没有？回锅肉25块钱一份，差不多就是25。还可以，分量还是不知道分量如何呀，价格还是不算很贵。你们称重量啊？我们到下面的河里面去看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野货。我还带了地笼来的，嘿嘿，这个水还是挺清澈的。有鱼，看见没有？我朋友说有鱼。有来，看到好点吧。水太深了，看不见。我脚打一跳。怎么有点啊？能看见鱼。哦。看见鱼在这里。听说这鱼还挺大的。哎呀，看到过来，看到过来过来，看到。什么？看到，你过来。哦，看见没有？看到。大家看清楚没有？好大的鲤鱼啊。拿海的小孩有跑多少？又跑啊，没想到这个水里面竟然还有鱼，哼，真是高兴坏了，没网到。哎，这个水非常清澈，又来了。哎呦，网到了，看见没有？太爽了，看见没？高兴坏了，看见没有？这鱼还不错吧？这鱼全是伤，我估计是从这个餐馆里面跑出来的吧，还是怎么回事呀？但有点像野生的呀，你看旁边还有人洗澡。真是高兴坏了，现在拿去养起，回家去煮着吃，或者一会儿加工吧。菜上桌了，味道还行，味道还可以。肚子也吃饱了，现在准备爬悬崖村了。